都是血，真的。嗯，所以如果说他之后还是一直这样血流很多的话，可能要去看一下牙医哦。哦、嗯，可以打，好像可以吃药、打针什么的，嗯、处理一下哈。奇怪了，所以那嘴巴里都是血哈，亚洲病哈。哎呀，今天嘴巴张很开啊，哎，100分了哈。是第一次发现这情况呢，我自己没有发现，对。嗯哼哼，对啊，可以去检查一下。因为有些人好像会就留很久。哦。嗯。借我照一下，借我照一下。哦。奶吞口水好不好？来吞。咕噜一下。这个放在哪里？放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我再用照相照一下。哦，想睡觉、哦，奶奶你爱困哦。再一只好来，快点，我们练一练之后吃冰棒哦，不吃糖果，因为有棒棒糖可以吃哦，好棒啊、哦！我昨天给他吃棒棒糖，他没有什么兴趣。真的、哦，你不喜欢棒棒糖、嗯？你不是爱甜的吗？啊、他现在嘴巴张得比较大、啊、昨天他们、啊、那哎呀还是有血啊，第一根还是有血，还蛮多的，旁边也有、哦、好好好，放着我等一下一起照。哇，阿姨你牙齿很红啊、哦、不舒服哈、哦、那我把它吞一下，把它吞下去，来咕噜一下，咕噜咕噜一下，这边动一下，你喉咙动一下要吞了哈，你再看镜头。再一次哈，哎啊，你看红，很久没有嘴巴张那么大。对呀、啊，很棒哦，越张越大，100分了哈。哦、今天看牙医也要长那么大，好不好？看牙医就是要长大啊，嘴吞，来嘴巴闭闭吞，咕噜一下，吞，吞，哎、欸，很好，用力哦，很好，哎呦，很好，终于吞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哦，很棒哦，哈。好，再来一次哈、哦，最后一根。哎，哎呦，很好，今天嘴巴张很大哈、哦。好，吞。奶奶咕噜一下哦，碰一下咕噜，吞口水，吞口水来。奶奶，我没有第二次手可以帮你，自己吞来，咕噜咕噜。感觉不够是不是？啊、哦，要吞了，好来，吞了，不是吐出来，吞，用力，再用力，奶奶不要分心了，不要分心，用力吞。咕噜一下，咕噜一下，帮你啊哈，帮你，来，咕噜。而且你没有口水，都吐出来。好，应该是没有。哇，奶奶，今天我们先等一下再吃糖，等一下先吃这个好不好？我们先吃稀饭哦，你摸摸看。哎，稀饭呢？哎呀，你要自己拿、哦，要吃哦。好，老师打开，老师打开、哦。
天吃稀饭了，来，一点点就好了哈。啊，嘴巴张开，很好。哎呀，今天那么棒，嘴巴张那么开。摇一摇，这边动一动，那边要动一动。奶奶，你都含在嘴巴里哦，要动一动哦，动一动来，嘴巴那边动一动，下巴动一动。哎、欸，动一动来看呢、啊、哈，动一动来。怎么打哈欠？你嘴巴都没有动，你食物都留在嘴巴里，舌头动一动。你看，你都吐出来了，通通掉出来，嗯，我通通掉出来，嗯，动一动啊，舌头动一动啊，动一动，你今天都没有动啊，你今天比较懒惰，糟糕的，还是刚刚太累。再一口哈，来，好，哇，很好哦，动一动吞哦，动一动吞，动一动。奶奶，舌头要动哦，好不好？舌头动一动，我们吃糖果了。吞了，很好哦。啊，奶奶，你都是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吞，你的时间点很妙。这是他刷牙用的，是不是？对对。哦。牙齿的头，亲嘴巴的，就是说我给他吃完东西，我都要给他亲一下。奶奶，你会自己用吗？拿一下。啊，不要这个，这个不好吃。这个好不好？自己拿一下。糖果。吃糖了，自己拿，自己拿，先自己拿。哎，糖果啊，是不是要吃吗？要，我好啊，嘴巴动一下，要，要，换你，换你说，要，嘴巴动一下，要。我都点头还不给我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要了，老师开哈。来，好，来，还这个，还这个，来，好，来，来，哎，来，还这个。老师那边，好，把时间到了，让他回去吃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先不吃，接下一个阿姨。